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邀，于六七两日访美。美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因应特席会建言习近平，并在会上宣读建言信，表达对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关心。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和东亚政策还没有完全定型，这次峰会的成败将对未来的美中关系有直接的影响。特朗普政府正在面临国内各种势力的挑战，2017年将是非常困难的一年。建言书指出，特朗普政府给建立中美新大国关系提供机遇。1991年后，由于国际大气候的巨变，中美关系进入矛盾和不稳定阶段，经贸交流迅速成长，但意识形态和安全领域的争执层出不穷。希望此次会晤，两国元首可以在坦诚的交流下取得成功。